张萌疑似怀孕，在与小五拍的最新视频中，张萌孕相明显，虽然穿了一件宽松的白色裙子，但也能感受到孕味。视频中还写着你们什么时候要孩子，好像在暗示已经怀孕。评论中小五说想要女儿，真的是疯狂暗示了。张萌小五今年2月份官宣结婚。